14年以后，洛阳朱雀大道听雪楼，我舒静荣愿意如约加入听雪楼，供楼主差遣，百死而不回，直至你被打倒的那一天。只是一个开始而已，是舒静荣和萧逸晴携手开始长达5年征战的序幕。那么嫁给我吧，阿静。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做寡妇。啊，该死，我居然忘了我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。不好意思，抱歉。当雪辉和夕影再一次的相遇，却又是一个轮回结束了。为什么，阿静？为什么背叛我？为什么连你都会背叛我？知道吗，阿静？我本来以为这世上至少还有一件东西是可以相信的。说谎，说谎。谁痛心，谁思念，谁身边，谁的脸，谁眼前许下了誓言，谁断绝，谁执念。